位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嘿小孩 Oh My Angelus， 我是躲在屏幕后面的小 A 姐姐。你们看正在跳舞的小姑娘是不是很棒呀？如果她是你的姐妹，生活会更精彩还是更烦恼呢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我的姐妹弟兄。你的身边有可爱的姐妹弟兄吗？前方高能预警，一批小孩正向我们袭来，精彩马上开始，快快随我一探究竟吧。
张可轩，我今年八岁半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 Eric， 我七岁，我喜欢打篮球。啊，我们是姐弟。哇，我是姐姐，然后是弟弟。啊，欢迎你们。那你最近看了什么新的电视？没有新的电视。什么卡通片吗？没有看卡通片。你都看什么？我看连续剧。连续剧？什么连续剧啊？我还看《笑牵手》。牵手。牵手。哇。哇哦。什么东西啊？听上去像是一个什么一个很厉害的手。那平时你跟弟弟在家里谁是leader？当然是他。你是 leader， 弟弟会不听话，你会批评弟弟吗？会呀，对呀。妈妈会批评你，是不是？你们会打架吗 ？Yes. Sometimes. Yeah. When every Chinese 说中文。Okay. 但是有时候他会 call me name， 所以我很不高兴。现在有时候跟他。你不高兴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会哭吗？我不会哭啊，我不哭啊。你不哭？他就很在。哎呦 ，no， 有时候你看着。你快说 ，yes。no。但他很喜欢那个球，所以他给了球。那他打篮球，啊，大家都觉得很好玩。他觉得他现在他的家每次都打球很不好，他学了，他什么地方都打球。那弟弟将来想做一个篮球运动员吗？他说他想要当一个 math teacher。当 math teacher 啊？那也不一样。他也想做 math。你也想做 math teacher？ OK， 那我不想当 math teacher。你不想当 math teacher？ 那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当 artist。Artist？ What kind of artist？ 会画画。画画的。当然会画画了 ，artist。所以你喜欢画画 ？Yeah， 我最喜欢画画。你最喜欢画什么？你觉得胡萝卜长得漂亮吗？还会画很多东西。啊，这么厉害！那你们呢？你们最喜欢做什么？我想要做会计师，因为我会有很多钱。只是会计师？哇！会计师，你想要做个会计师？或者医生，或者医生？为什么？会计师，因为我的钱会比你们多。喜欢钱是不是？我也想做 math teacher， 因为我可以用钱买你的头发。那你想要我头发吗？
个数学老师。嗯，那弟弟呢？我小不知道。那你们都这么喜欢数学，你们一定在数学方面很厉害。我喜欢 basketball， 哎，游泳。那我让两个想做数学老师的 PK 一下，好不好 ？PK 一下你们算数。那姐姐出一个算术题，你们两个心算一下，好不好 ？I don't know so hard. I don't know. 72 plus 48. Go. 120. How? What? 120. 120, right? Yes, that's correct. 真厉害，我都不知道是多少。Okay, thank you. 再出一个。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.
不是唱这个，还有什么的小黄歌？나니만들어들었다가